好想回学校啊，不想上班，各种数字算的我脑袋都快爆炸了。那你多吃点核桃，阿姨说的不能。哦，对了，核桃，我妈说让我给你一包，她说呀你也需要补脑，让你也多吃一点会变聪明的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归爷，你也太不专业了吧！来实验室里带核桃。谢谢核桃。谢谢。那我也要。吃核桃不专业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抠啊，小气鬼！实验室里不能吃东西。那你还带核桃来？小姑啊，回来啦！阿姨好。哎，你饿不饿呀？不饿。啊，哎，那个来，赶紧，快点！你把这个衣服放到屋里叠好了啊。哎呦，你说你这么晚回来了，哪能不饿呀？阿姨马上给你做饭去啊。哎，默默，赶紧出来帮着洗菜啊。其实我们家默默呀，很勤快的，很会干家务的。我不要。那你帮我洗菜吧，去。啊，好。哎呦，你这样洗菜怎么行啊？这得浪费多少水啊？那个，哎，干脆这样吧，你呀去把那个胡萝卜给我切成丁啊。哦，那去吧。丁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呀？啊，一厘米左右吧。这一看呀，就知道没干过活。哎，默默啊，你也出来帮个忙啊！烧个菜要多少人帮忙啊？归，你不是吧？怎么了？你开玩笑的吧？我想说严谨一点的。要不要给你找个显微镜啊？你懂什么呀？人家是科学家，自有人家的道理啊！你对未来的国家栋梁要放尊重些。啊，没事，哎，切的挺好，切的挺好，切吧，继续切啊。挺好，挺好，继续切。你妈怎么知道小区的这种地方了？中年妇女身上自带这种雷达，我没法给你解释。可是我真不会打呀。没事儿，我教你。马拍。哦。阿姨，小孩子你会不会打牌啊？会。没事没事，慢点啊。碰，八条。哎，碰，碰，杠，六条，杠，九条，五来。该结。要不然我来吧，我来，要不然我来。没事，我明白了。好吧。糊了。
五。蛋糕，杠上开花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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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给钱给钱。哎呦，快点快点。真是今天手气太差了，说不玩了。哇，厉害，小伙子厉害。人家是科学家，你们打牌啊都是靠运气，人家是靠脑子。哇，小子厉害，我真厉害，厉害哦。不接没事。那都给你。哇，这么多啊。怎么这么多？哇，下面一道。你看着点儿，哎哎，你的零钱包，你留着吧。丢三落四，说话那么大声。你看见我的书了吗？没。来来来，喝点芝麻糊，是不是都饿了呀？来来来，快吃吃吃。哪有芝麻糊啊？啊，昨天剩的。就不能吃点不隔夜的吗？哎，你别老坐在地下，地下凉。快起来起来，来来，坐沙发上来，坐沙发上来啊。那个啊，来，小姑啊，来来，起来起来。来，哎，我的这杂志哪儿去了？这个。你往那边站，你往那边站。哎，我记得我放到哪个地方来？这个，哎，我放哪儿去了？那杂志。那个，哎呦吼，在这儿呢。妈，啊，干嘛？没事。一惊一乍的。看你们俩这个默契劲儿啊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呢。